山八块钱，我的天哪，打了一整天就遇到这么一个老板，哎，现在大老板都不买杯了啊，这八块钱都是我打了一整天了，真的就遇到这一个，说实话啊，有点寒惨，对吧？这把玩的散扔狗球啊，我们散中间这一块不是很爽吗？双投石，双加龙炮，直接七闪一阵啊，坏了，好像这是相距四格闪不到啊，我的没数，这八块要送吗，兄弟们？八块有点太低了呀，就是是吧，好歹个15块20块嘛，对不对？八块太低了，就拿八块钱考验干部嘛，搏一搏啊，搏一搏，这个前期有点失误啊。我的想法是我们直接6点钟啊，这个女王配合滚木车进去，对，蛮王不好控，蛮王控进去啊，外圈建筑太多了，蛮王去右边，这边看女王怎么走啊，左右选一个，右边是吧，开这个墙啊，然后给蛮王，蛮王断右边是不是，然后女王绝对能进去啊，这边兵人出来，蛮王开大招，处理兵人，两边一猎手，蛮王出去了，女王进去，中间这个投石和交通炮是残血的，他也没有小屋在修，哇，还好没有小屋在修啊，不然这个肯定要裂开的，对，滚木车滚几下应该就掉了啊，大家多投，差不多了啊，给个滚木车，再给他兵人，这个兵人有点歪，超蛮断一下啊，蛮王去打掉另一个多投，断的还不错，对。然后蛮王这边死掉，哎，连都打我车了，没关系，车厢已经开了，好吧，继续，这下狗球了，不管了，这边狗球，不狗，不先气流和狗啊，狗是探路的，好吧，应该多头单头，是不是？女王到这里我丢出来没关系，哎，侧边继续补气球给苍蝇，有个大本呢，我们需要足够大本，所以金身最好憋一下，对，这边来个急速啊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再补气球，补猎手，出大本。走走走，不行，给狂暴金身啊，金身好像给的有点早呀，这个气球完了，还踩飓风了啊，这不着急啊，我们上面补气球啊，八块钱好像有点亏呀，我还不如拿这八块了，我拿什么八块，我三线的好吧，我拿八块啊，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吗，是不是？闰土还有大招的啊，就这20秒钟我就不信收不了尾了，咋这给我坐下，谁要的这八块钱呢，八块钱能买什么，一杯奶茶都买不到，好吧，这个女娃子把我吓走了呀，我完了，我下边还有三个建筑啊，我给那个苍蝇就删了呀，完了，血亏八块钱，我操。